首先先感谢弯声乐团啊，这次委托我创作了啊这样的一个作品啊，因为这几年我有着重于特别写关于台湾的音乐，南岛集锦这部分啊，我想要描写的是啊关于台湾南端，我最喜欢的台湾民谣是恒春调思想起。好，那当然原住民的音乐具有节奏风格，舞曲的音乐也非常的吸引我啊，所以这次的创作就是希望尝试把这两种元素可以把它混合在一起，把它变成南岛的一个风景。等于乐团的演奏能力非常的强，原本预期说可以听到的声响感觉有更加的扩大，整个乐团的声响的饱满度非常好，非常丰满，而且声音又非常温暖啊，我们都是这一块土地成长出来的人，所以我们当然对这个人文风情都非常有情感，所以我们也希望啊，也期盼就是弯声乐团可以将这份台湾的土地情怀、人文情怀发扬到全世界去。